Hello， 大家好，我是 NASA。 我们现在呀位于我们横琴湾酒店，那么在我们横琴湾酒店和我们的飞船酒店都有一个这样的模拟飞行基地。来到这里呢，小孩子可以体验当我们机长的一个乐趣。大家来到我们长龙呢，不妨带小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哟。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吧。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了这个模拟座舱里面，现在呢就让我带大家体验一下起飞的乐趣吧。出发，出事故了。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教你怎么操作的。现在呢，我们就已经起飞成功，开始进入我们正式的航行啦。我觉得这个项目呢非常适合喜欢我们飞行的小朋友来到这里体验一下。大家来长龙的时候，不妨带小朋友过来试试哦。差不多该找回去的路了。